时刻科技在2016年成立于台中，我们一直致力于开发帮助人们提升自我的产品，希望能够透过有趣的方式帮助每个人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我们目前为止已经推出了3款产品，其中的第一款 Forest 专注森林，它的核心目标是帮助使用者放下手机，专注在身边更重要的人事物上。Forest 曾多次在 Google Play 上获得年度奖项，还有像是2018年全球最具社会影响力应用的提名。而我们在 Google Play 上到目前为止也已经有超过2500万次的下载，深受许多使用者尤其是学生族群的喜爱。Forest 非常注重视觉图像跟使用者之间的情感连结，为了能够在商城截图上更加贴近各国的使用者，我们去研究不同文化底下的视觉脉络，并且透过 Google Play Console 所提供的 Store Listing A/B Test， 借由不断的实验来验证我们自己的想法。以日本为例，我们透过好几轮的实验，将日本的商城截图由纸板改成横版，那这样子的改动让我们的下载转化率提升了26%。我们的产品在开发初期存在着一些会影响使用者体验的性能问题，后来我们利用 App Bundle 先将 APK 缩小大约45%，同时我们也优化了运行所消耗的资源。那我们也搭配了 Android Vitals 来监测我们的产品在不同的版本及不同的装置下的稳定性表现，它能够非常方便的让我们察觉问题出自于哪里，让我们可以稳定的将宕机率维持在 0.8% 以内。除了 Store Listing 的实验以外，其实我们还会透过 Google Analytics 去定期追踪我们在应用内的数据买点，让我们了解到不同用户群组间的 Retention Rate 差异，又或是一些 IAP 购买路径上的差异，进而去优化或者是重新设计一些购买流程上的细节。最后我们会透过 Firebase Remote Config 去频繁在 App 内进行一些 A/B Test， 借此来提升我们的 IAP 营收达到20%的增长。一直以来，我们除了帮助用户成长之外，也在努力让世界变得更好。我们长期与国际种树组织合作，让 Forest 的使用者不仅能透过 Forest 提升自己的专注力，还能够在世界上种下真正的树苗。一路走来， Google 给了我们很多帮助，非常感谢 Google 与我们一同成长茁壮。未来，时刻科技将会继续与 Google 一起开发出改变自己也改变世界的产品。